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地球村。昨天我们从我们县医院把六条小狗接回来了。今天呢，小狗在狗窝里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。地球村又迎来了新的成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眼睛也好了，眼镜可以不用戴了。好，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去看看几只小狗，它们还好吗？还有就是要为六条小狗取名字。Go。我看这只狗挺可爱的，跟我有缘呢。哪只的可爱？哎，我们这六条，我们要鉴定一下是公的还是母的？鉴定一下。哎。现在来，二哥，你的经验最好，来来，我也没经验，快点是哪？这先看这小花，这只是母的，是母的啊，母的先放回去，这只是母的啊，这只也是母的，也是母的，都是母的，一看就知道啊，你别看走眼了哦，不会，这只就是公的，看没有？啊，这只公的，公的放下面吃，公的放下面吃，这只。这只也是公的啊，放下面吃。这两只公，两只母的。这只也是公的哦，三只公，三只公的。这只呢？这只是母的哦，花的都是母的，两个小花都是母的啊。这个不能区别对待，人家有的吃，他没得吃。来，拿下来吧，继续干饭。吃。难怪二哥一来就看中他了。哎呀，你看中小花花是不是？来一起干。二哥，那只大的叫来福啊，那这六个应该怎么叫呢？六只，大的叫来福，要不要也算二字辈算？哪两只辈算的？那怎么改名字？我也不会取，还是师傅取名字好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取呢？我也不会取，不会。大哥，来，给他取个名字，来。不会啊，那二哥可以啊，他说海哥会取我会取。小弟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这个有点犯难了，上次一只什么温总说叫三郎二郎神的，这六只怎么也来不了，三郎神四郎神五郎神六郎神也神不了啊，该怎么办呢？名字等着取吧。小何，有没有建议啊？这个太难了，一下子六只，取六个名字。取六个名字。有网友说叫来财、来旺、来运，还有来例假的。搞得我就，那就是来字辈了。对呀、来福嘛，大哥来福嘛，不大姐。那怎么取？那问题是来这么多，哪怕给他取了也忘记了，哪只哪只也分不清楚。网友说要给他们弄狗牌挂着。你负责采购好吧？可以，我把这个狗牌这个事情搞定好。然后给他刻好。那现在改名字的话，狗牌就带上，要不然你记得吗？会乱掉，会乱套啊。那现在有没？先把名字给取了。不是。有没有办法给他做个记号？现在是有办法的。有办法，我看了哪只都一样，就两只小花花，两只母狗。这两只花的，好像这只也是母的吧？这只吧，是吧？刚刚二哥看了，这只也是母的。唯一这三只。这三只母的啊。这两个花的是母的。对。然后这只母的，它脚趾头是发白的。这个好认，三只母的，然后三只。三只公的基本上就是一样了。三只公的，四只公的，不是三只公的。三公三母刚好。三公三母。对，成双成对。来福这个保安队长也很称职啊，他只能吃点边角料。我们不在这里，他是一脚把他蹬开，他来干的。真的。真的。来福可能也很聪明啊。他把头伸过来就直接吃。你别吃多了啊，弟弟妹妹没吃呢啊。怎么办吧？怎么取嘛？来福队。那按照网友说的，来运，来财。来运，来财，只两个，还有四只没取啊。还个来福已经取好了，在那里。是啊，那来福取好了。你不可这里面也取个来福给我去。这样子吧，
就是取一个大家好记的。嗯。他叫来福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大来福。嗯。那就，哎，那个呢？他已经躲里面去了。啊，那躲里面的就是一狗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二狗、三狗、四狗、五狗、六狗。六六大顺。啊。六狗人。哎，这个可以。那直接这样排辈不是，这样好叫一点嘛？一二三四五六。我们村里以前给孩子，因为以前家庭生的多嘛，啊，所以给一家生五六个的取名字也是，大狗、二狗、三狗、四狗，是不是贱狗？为什么要这样取？因为取狗啊，他们就好带。以前寓意就是这个，啊，因为以前科学医学没这么发达。对。所以他取的那个贱一点名字就好带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这边是这样说的，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取这狗的那个？有吧？有，就是随意一点，这样子就不容易生病呐、啊，风调雨顺的就能长大，嗯、这样子。是我们那里很多就是说像狗一样无病无灾的。对，嗯，是这种说法是吧？嗯，是。什么二狗不是？二狗，二狗。嗯，是我们那边也是一样的。那你母亲怎么没给你取二狗子呢？嗯，没取过，我家里只有两兄弟，要多的他就会取二狗、三狗、四狗的。大哥，大哥叫什么名字？来哥，叫李什么？江南。江南。啊、嗯，李江南。啊、嗯，是啊。这名字好听啊。名字他本来是从湖南搬到在江西嘛，就叫江南的。哦，江西湖南啊，是啊。哦，李江南你好，今天是重新认识了一下，都是把自己名字取进去了。他是我们地球村的一个成员嘛。还有一个来强。哦，对，来强，同意不？同意，点下头。同意，换一下镜头。啊，对。看来不通过，不通过，那么就换一种方式吧，好吧。可以把这几口子全拽出来。我们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啊，就给他们取地球村欢迎你。刚好是六个字，来地来球来村来欢来迎来礼，地球村欢迎你。不对，玩的啊。这个怎么叫弟弟啊，球球啊，这样子啊，春春，这样子就萌多了，可爱多了。欢欢，这个欢欢，这是小母狗啊，欢欢，嗯，欢欢你好。那么就莹莹，莹莹啊，因为她是啊，就姑娘啊，下面一个莹的那个欢迎妮妮，妮妮，哎，地球村欢迎你出来了。OK， 就这样去吧。嗯，这个名字好。好。不是，现在取好了，你现在分得清哪个跟哪个了吗？我把台子做好吧，做好再把它重新再、嗯、又来取一次。不用取啊。那就可能这问题是他是球球哎。球球他这个脚趾头这里啊、哦、你看他脚趾头全部是白的，纯白的是吧。嗯，然后这两只花的是分清了，就这三只花的大的叫欢欢，小的叫妮妮。妮妮就是我们从医院那个夹缝里面最晚拿出来那一只，最晚就是这只啊，啊、就是妮妮嘛，嗯嗯，地球村欢迎你嘛，胆子最小，弟弟呢？弟啊，弟弟在这里哈，哎呀，小老弟啊，小老弟啊，你这怎么了，小老弟？大哥，嗯，大哥，你们觉得这名字怎么样？好，好嘞，不能叫来之辈了，对不对？有个来福就行了啊。嗯，他来了福，然后这些都是地球村的，成员。对，那你说一遍。那分别叫什么名字？他们一个叫春春啊，一个是叫弟弟啊，一个是叫球球，嗯、啊，还一个是叫春春秋秋，秋秋不是你妹妹吗？是小妹妹了，对不起，就是那所有的粉丝们啊。希望这些名字大家可以接受啊，我也是没什么真才实学，只能说现学现用。我觉得地球村欢迎大家，就是欢迎你，让大家朗朗上口，好记。地球村的大门都为大家敞开。好，取名字就到这里，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